苹果会交给你了啊！我的天，救命！好的好的，那你们再给我做两根绳子，黑皮再给我做两根绳子。绳子应该好做吧？我有绳子给你，我有绳子，给，地上。先不管了，先挖起来再说。等一下要记得全部都过来挖哟，不然的话我们挖太慢了，可能它都吃完了。嗯、这个鲨鱼还在这儿跑。要一起，我们要一起挖哟。这鲨鱼在咬我，苹果你快点，你做好了没？我在钓，等你。啊！救命！哦。就是不来那个鱼啊！来了，快走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看到你了，救命啊！看到你了，地上。他们在走，全部所有人，全部人去挖！我冲了！全部的人都挖，所有海底的东西能发亮的全部挖，但是记得不要淹死了。完了，他给我杀了！他吃了一个，他另外一个不去吃了，团子。为什么？不是因为他吃了，同时扔下去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没懂。就是两条鲨鱼，你要同步，左边扔一个，右边扔一个啊。没懂，什么意思？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我也死了，救我！救救我！团团救救我！我下来了，我下来救黑皮。等一下，我血量很少，我怕我也是一口没。你们在哪里死的？哎呀！救命！被咬了！哇！你们在哪里死的？救命！我身上有金属矿石！救命！我身上有金属矿石！你穿越吗？我在那个就是那个他们又去吃了呀东西的前面。我看到你了。他们不是在吃吗？风起有血吗？左边，风起，左边。我血还不少，刚才你们都上来了，他才去吃的刚才。啊，他俩在吃啊，那不是？对呀、啊。快先救人！他服他了，他服他了，你们挖吧。我找到他们在吃东西了，他们两个在吃了，他们两个杀现在在吃，现在在吃。那这样吧，苹果味，你就在船上帮我们盯哨。OK。然后你做点诱饵。无敌对，然后你一边钓鱼一边看他们的方位，然后他们只要有一只没吃了，说你就告诉我们爆点，没吃了，这么快了吗？两只都没吃了，我回来了呀，我被咬了两口呀，救命！快跳，我很压死了，我的妈，有没有塑料啊？哇，我死在床边了，救我！我扔地上了。有没有人挖到粘土给我一个？有，我给你啊，对。我只有铜。这里来。塑料在哪里？给我塑料。这个。塑料这箱子里。沙子粘土都给我。最旁边的箱子，隔壁的，对。我挖到两坨金属矿石和铜，我放到箱子里去了。这里面还有好多好多的东西没捡呢，咱们不行就再做个那个，然后咱们再去下一波。要不我们就把这两个丢远一点。他们吃的时限好像就是那么多，有没有挖的粘土？他们刚才吃就30秒左右到1分钟最多了。粘土和沙子，做粘土。好的。那怎么办呢？只有把他们杀了，杀了活，他们的时间是最长的。没有人杀，但是两条有点难搞哇！杀！躲不败呀，他俩。Hello， 团团 ，Hello， 小果你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死在这个床旁边 了，床的旁边。干嘛呢？要不要来吃饭？我们在杀鲨鱼，谢谢烟雨的超级火箭，谢谢烟雨。我要饿死了。今天有什么新的食材吗？今天我们玩的是困难模式，估计你不能这样海吃胡吃了，因为我们自己人都吃不饱了。海吃困难模式，今天有高手在？没有高手。困难模式，
还是之前那批。对。啦，谢谢烟雨哥的超级火箭。我登一下 Steam。救救我！我在船的旁边跳一下，啊、你在哪儿呢？船的那个床。要不咱们把那个诱饵放到床边上，然后那个，哦、然后咱们把那个鲨鱼戳死，怎么样？你觉得这个方案？他饿了，苹果味，饿了。对，你不能戳他的。在箱子里啊，在箱子里。箱子里没食儿，只有生土豆。我们只能有一个办法，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干掉鲨鱼只有一个办法，吸引一只，然后我们一起去杀另外一只。哎，这个方法不错。轮流着杀，一个人下去杀，杀了捅他两刀，然后把另外一个人下去继续跟他捅，就轮着来。那我们就先做一个诱饵。对，先做一个诱饵，我们现在先做一个诱饵，然后等那个人上来之后，我们就所有人就是在箱子里。来了，可以轮着去捅，差材料不能所有人都下去捅，就是一个人去下去捅他，捅完了之后死了，然后第二个人下去捅第二个，就是这样来回捅，然后另外一个去救，就这样子，好吧？我回来了，我没血了，我搞定了。OK， 我先做个鱼饵。我做个鱼饵。我也在做绳子，我也在做绳子。给你，就我们以车轮战的方式捅吧，就每一个人至少捅到他一下，然后另外派两个人下去，一个人去救人，一个人再去捅，无敌。OK， 无敌，这战术可以。然后杀死了另外一只之后，然后另外一只如果再过来，我们再去捅另外一只。OK， 团子给鱼饵两个。OK， 后面了。所有人，你们的血量现在准备的怎么样？一半吧。满血，我觉得可以。好，那我们所有人准备好了啊，我就去了啊。去吧。可以。OK。那我怎么那么渴？哇。OK， 我已经放了。接下来黑皮第一个先上。等他咬。下去，黑皮。走了。下去，找我下了，我下了。不要一个人下去。不行，他没腰饵，不行。不是，我捅到一刀。不是。听我说好吧，一个人下去、okay. 其他人不要下去，因为你两个人下去他会左边咬一个右边咬一个，反而还不容易，就是不容易那个啥了，就是他会到处游，你知道吗？ OK， 下去。哎，下了，一起吃就先不着了。哦，出来，别就捅一个，就捅一个，上来听话，一个人下去相信我，一个人下去让他捅，把他消耗他的血量，你两个人下去会吸引他，左边游一下右边游一下，可能打半天都打不到人，就让他去咬他，然后我们轮着来，一个一个来，懂了吗？一个一个来就死了。好的，然后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个肉肉下去，冯玉起去救人，下一个 OK， 肉肉去打，不是打这个鱼，不是打咬的鱼，打另外一只。疯了，打另外一只，不要去打那个咬鱼饵的鱼。对，戳他，能戳到一下试一下，不要上来。我要死了，没事，去死不怕，一个一个去。好的，我去了。一个一个去，死了再轮着去救，知道吧？只要你们能戳到一下，这样慢慢的去把它消耗死。好，去下两个，一个救一个去冲，不要去冲，没有错，就是这样，不要上船，打到死为止，打到死，只要戳到了就是赚，不要下去，可爱的兵，不要下去。一个人下去就可以了，相信我，两个人会勾引他，反而还一个人最好，他只会咬一个人。我们为目的是为了跟他换血，懂不懂？另一条下来了，另一条也下来了。好，鱼饵已经没了，再给我一个鱼饵，我们继续来。好，我们能好，来，我去了，耗他个三天三宿。我先去放一个鱼饵，去了，我放了。太难了。OK， 必须这样，因为除非你们一刀都没有打到，你们有没有打到一刀？打到了。 OK， 那另外一只就很残，我跟你说，总会有一天我们要把这两个人干死。兔仔你好忙啊，别打边钓鱼。我得钓点，我好饿。好，他很残，真的很残。好，有一个去吃了，我先去了。啊，我做个武器了。他在哪？哎，另外一只鱼呢？是不是只有一只鱼啦？是不是有人在海底？哦，那个鱼没了！哇哇哇哇哇！
只有一只鱼了，谁杀了鱼不说话？我这边有一只鱼卡着了，哎，不是你们不给自己卡上来了，哎，不是你们不要在海底，你们不要留一个，不要几个人在海底，你不知道他去抓谁了，这浪费时间了。鱼没了，就剩一条了。在这边刚才卡在岸上了，刚才我看着他卡在岸上了。对的，我捅了他五六下，他回去了。他回去哪了？没看到人啊？那我先下去啊！所有人不要下水，所有人不要下水。好，一个人下水，他就只会去打这一个人，这样的话就不用被吸引了，我们就不用花时间找了。不行，鱼儿还在这儿卡着呢。那我们就卡着就打他呀，你就在那边把他杀了呀。我看着他游呢，在哪里？下去打他呀，在哪里？来了，来船旁边了，来了。OK， 我先下去。我只要一下去他就会来打我。他也传了，也传了他吃完了，我戳死他，你妈。那这一波就浪费了很多时间，还要做一个鱼饵，还要做个鱼饵，有两只鱼了。兄弟们，我来了，兄弟们。你进来了。来了。来了。我们现在在整这个，谁刚刚？你看给团团急的。谁刚刚在做钓鱼？我来帮你啊。谁刚刚在做钓鱼？快点，做个鱼饵，兄弟们，做个鱼饵，快。我来做。快！我没有钓到那两个鱼，我的妈呀！我钓了那么多鱼，你说那么多鱼没钓到？快！你们有什么鱼？我好像还差一只，我还差一只那个瘪的鱼，那个生鲱鱼。五条鱼都没钓到那个鱼。生鲱鱼。哇，你们这是不是好穷啊？很穷，小果。鱼快死了。特别穷，我们。刚开始是吗？好穷啊！不是好穷的问题，是因为我们玩的是控，给我困难，因为我们是困难，就是没有东西吃。这箱子，大家都很穷，箱子都是空的。对你千万不要吃饱啊！求你了，真的，不然的话我不吃，我就没有吃的，你不能吃饱。你干嘛去了？是这样子的，你被鲨鱼咬了。是的，我们现在要干这个鲨鱼。是的，现在我放一个鱼饵。你别说话，我们现在放一个鱼饵，然后这个鱼去咬了之后，一个一个来，我点到的名字下去戳它，好吧？争取把这两条鱼给它弄了，好吧？这么紧张，有一个应该快死了。对，很紧张，真的。而且来，准备好，我们没有叶子了，做不了几个鱼干了。只要把这两个鱼杀了，兄弟们。哦，他去了。哎，他俩都去了。先下去一个，他就会有一个去抓人。下去一个，风月曲奇，不要啊 ！OK， 跟他打。戳一只，我戳一只。跟他打。其他人不要下船。其他人不能下船，下船会勾引他，他就戳不到了。我帮你们烤一点鱼吧，你们饿吗？饿呀，血也不多了。有叶子啊，苹果味，你要多少个？我刚刚把那个。我跟你说，风月曲，你就等他冲过来，你对着你咬的时候，你争取戳到他一下就赚了，就你。就他加速的时候，你游都不要离船太远。下两个人，我下去打他，你们去，你们去，我去救吧，我没血不多， okay, 我去救你去打。OK。他们两个又去咬了。我很饿，我吃点东西我就过来。你在打吗，黑皮？你们打到了吗？我在打。这鱼要打这么久，这鱼这么硬吗？你这个木头等级不够吧，兄弟们，这个困难模式对于我们来说有点艰难。下一位，顶不住了。啊、这么快吗？一丝了。那个鱼饵没了。那个饵吃完了。我能去当鱼饵不？完了，啊、我觉得说实话，包包，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岸上停，真的。是，两条鱼下不去。对，我们不配。我这边有烤好的鱼，你们过来吃吧。我们人还在处怎么样？就全都下去搞他一波，管他的，拖就完了。全都下去，那万一全死了呢？那这个世界就全死就死了，垃圾吧倒。那这个世界就没了。不要了，那没了吧？这世界就没了。我们刚玩这么久。叙利亚玩法呀？不行啊！好憋屈，难受死了。黑皮就是因为打鲨鱼没伤害，不是我真的就是有延迟，不然我杀的根本不费血，真的。我刚才下去还捅了他两下呢，刚才。算了吧，要不我们走吧，算了吧，憋屈就憋屈吧，只能这样了。起锚，走人了。行啊，但是我们要挖东西啊。
那怎么办呢？那没办法呀，没有人会打鲨鱼啊。我们早晚要找岸停、啊、我们到现在一只岸我们现在一只鲨鱼都没杀掉。我们不挖，我们没有材料，我们走了也是一样的。我去了，我冲了，兄弟们，死了就死了吧，冲啊，管他的，冲一刀。要不你把工具给我，我也肉仔，肉仔，你把这个工具给我，我也去帮他们。手里的这个，我没有工具，我做不了。死了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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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一个。OK OK， 我再做一个。好的，我去帮他们吧。把这个鱼解剖了，把鱼解剖了，给他做了。OK OK。来了我。死了死了死了！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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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挖，兄弟们，快挖快挖快挖！现在我们所有人，所有亮晶晶的东西，现在所有人除了那个除了谁呢？除了谁呢？所有人都下去！我们现在所有人要下去挖，不能等这个复活。苹果喂的，苹果喂你，苹果喂你就去上面给我们做吃的，好吧？然后做吃的，我们等会儿，你保证我们有吃的就可以了。我们打了鲨鱼的，你可以直接把这个鲨鱼肉烤了，要然后防止一下果小果，别让它吃饱了，千万别让果小果让你吃，因为我们现在非常的缺少这些东西。上个密码锁，你看我都下来干活啦。我跟你说，小果，你的血条到一半和水到一半的时候再吃，千万不要把它吃满，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船需要养很多人。好，然后你也下来挖东西吧，我们一起挖东西，我们把所有的下面亮晶晶的都挖了，所有的就可以挖的都挖。这是石头吧？这挖出来能挖出来别的东西不？有金属，有各种东西。能挖出来海参、鲍鱼。没养了。对，别把自己给那个了，别把自己那个啥了。去洞，快跳下去！弄死了东西，别在船上。有个偷懒的。阿团，现在我不卡了，就是你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指挥我了。现在你就挖吧。下去挖东西。所有海底的东西挖，不要让自己就是那个死就行了，不要让自己淹死了，淹死了没有人救你哈。没事，我专业的，我死不掉的。还有那个海藻，那个像海藻一样的东西，中间有好多那个可以捡的，也可以把它捡回来。OK。终于好起来了，我感觉我好像找到了打鲨鱼的规律哎。打头可以无伤的。打头无伤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他过来咬你，你打中他的头，他就咬你，他就不痛，你就不掉血。这样子的吗？要，但是那个要预判，这主机比较好预判。对，所以说等阿团去，我们会有延迟，你去是最好的。OK， 那我等一下去学，我去多练习一下，我也当鲨鱼勇士去。我也去当，张嘴一瞬间给他一刀。我挖了好多东西啊，我在下面。果味，我饿着肚子回来了。那啥了，在箱子里。我跑不动。那你等我钓完这一条，你等我。我们现在啥都要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什么东西都要。啊，生鱼给你，苹果味，生鱼。我太穷了。扔地上，等。快把那个箱子关上，我要吃东西，苹果。好像差不多了吧？又活了一条。等一下，我去船上喝口水，我去杀。水都是满的，练练手，我都给大家续满啦。哎，阿团，有个小技巧，就像这种岛边上，你来我这位置，看到没有？不是，你们有没有水呀、啊？能不能给我接点水？我现在已经动不了了，这是满的呀，我走不动了。嗯，这里，对啊，这里是满的呀。我知道，但是我走不动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在岛上。哦，接给你喝，那风又起，把最后一杯喝掉了。你妈！快好了。那你接过来送到我面前来，因为我现在过去，我怕我要咬死去，我要渴死了，我要渴死了。先给我。怎么给？丢，把碗丢给我。完了，还有鲨鱼，坏了。
谁有水？谁那有水？我有水，我有水，我给你送来。来来来来，我要死。OK， 我给你背着。死了吗？已经。来来来，我来，给我杯水，一杯就好。你在哪？我在游。小果，你来。我带了好多东西回来。我给你，小果。啊，在哪？小果，吃点东西，补充一下能量。背后，在你背后，转身。麻烦你们给我个武器吧，我现在刚上来没有，我去杀鲨鱼。到木板了，做不了武器，我们开一下船吧，然后就可以做武器了。走嘛，开船走嘛。开船走吧，走吧。还有人没上来吗？都上来了吧？不知道，没人说话，应该就是都上来了吧？我现在不是饿的一丝，我都不敢吃，我怕你们不够。现在沙子和粘土，都上来了呗？到位了。来饼，我在后面饼。我把这些沙子和粘土，我把东西都丢在这里面，你们先。我应该有，我有沙子。扔沙子，有沙子粘土的往地上扔。好，我来扔了。等一下，我丢在这个仓库箱里面了哈。哎，你要瞅啊？这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蜡烛，我还整到了一个蜡烛，我还掉到了两双鞋子，我还可以种。对，鞋子可以种花，不能种菠萝，只能种花。哦，可以种花。哎，鲨鱼来了。还缺，谁还有粘土吗？我们还缺两块粘土。这里，这个箱子里有粘土，在这儿有一块。你来这个左边这个。我跳不上去。箱子卡。完了，我好像做错东西了。这是工作。没有啊，没有粘土啊。没有啊，没有粘土。这有啊。这里有块，这个地方先丢了，我丢给右边那个。我在船上，你就抢我东西。小果，把水杯给我。小果，我渴死。累死。啊，给你。那，你先喝吧。你的那个在哪呢？我给粘土。我喝这个。我要打了，我要打那个东西了，我要打它了。为什么喝了水都不装水？不知道。这边。要开始捞东西了哟，兄弟们！这些桶啊，都要把它捞一下哟。OK。然后我们现在往这边走是吧？有鲨鱼吗？好像没鲨鱼。有的。团儿。哎，快回来！叫啥？有鲨鱼。我打他！我就是下来打他的。你那个粘土没捡啊？开的包。来了。我看到了，他在咬你，好大！哇，你还会飞？没捡，小果在哪？在这个地方。啊？谁说打他头没伤害的？有伤害呀！好的。就是那个，他就是第一下你捅到他，他就咬不到你了。哦，我饿了，连着捅三下了。在箱子里，小果在烤架。他张嘴的一瞬间，你戳就刚好应该。我可能要死，准备救我啊！没有木板，没有办法烤。好，我死了，救我吧！哦，真快呀！我说了，我可能要死了。直接就拉回来了。他有点难控制，要多找找感觉。嗯，对的。他咬鱼了，他咬不到的，你要提前戳他了。下去打他！我刚打了他好几下了，他应该有点残了，补几下去。没事，那我来打吧，他咬不到我。OK， 那你打。又起，你在捞木板对吗？嗯，我有。可以。啊，你把加上了。其实我们也不穷啊，其实我们现在也不错了。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抛锚的？等一下再去那个岛上啊。我们已经没有木板烤鱼了。木板没有了吗？我去给你们捞一点回来。你先等他把鲨鱼杀了吧，然后再去捞比较好，安全一点。我没水了，烤鱼。鲨鱼在哪？鲨鱼在海里。看能不能我跟鲨鱼打一架。你可以打，但是多半你会要死。我要死。我喂杯子给我一下。我做点那个，就是那个捕捞网吧。那样的话，我们围这个船一圈的话，那个捕捞网其实很有。现在做那个有点早。太
太早了，那个太早了。我后面有个鲨鱼，看到没有？说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来，来，咱俩一起。我好像戳到了他一下，但是我们现在弹了。你们准备抛锚啊？你们准备抛锚啊？有锚有锚，我放锚了，你们抛一下。你们抛锚，快抛锚，不然我们要。抛抛抛抛抛，快抛！你快死了，你就回家。快别扔！你怎么把自己扔下去了？我自己带着他掉下去了。我在干哈？惊了！我带着那个东西跳了，我实在给他扔不出去，我就自己沉入海底了。啊！救救孩子！我戳了他三下，刚刚这一波，但是我又被他咬死了。石头，你在哪儿啊，石头？我这儿呢。我在岛边边上，他老是从你屁股后面出来。我在岛边边上。哦，你死了。死了，他那炮弹把他扛回来了。旭东，他把你扛回来的。旭东回来了吗？没呢，还搁这泡澡呢。哦，我看到你了。旭东，你打他呀！你不是说你无伤打他吗？是无伤，我刚才回船上，我回船上。故意的，他吹牛逼呢。你打他，你是在吹牛吗？没有，我刚刚戳他四下，他没咬到我一下。那你怎么戳他四下？这个鲨鱼要戳几下才会死啊？戳好多下。好多下。木毛的话可能要二十下。二十下？嗯，得二十下。不止吧？一根半，一根半毛他就死了。对，差不多。这么耐打，有点扛。他应该要死了，我觉得。我刚戳他两下、三下、四下。啊，我来帮你。哇，他跑了。他有时候你看不到他的位置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。对，从你屁股后面出来。对，回头来咬我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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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准备好，戳他！我好像知道怎么样戳他的头了。驱动什么什么？他妈还是无伤吧？是的。没事没事没事。你要杯子吗？你要杯子吗？要么压我，压你丢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该去戳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没血了，我没血了，我先回来了，团团，你先再坚持一下。Okay.OK， 但是他在咬肉肉，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我看不到他了，他在哪？他有时候会绕你屁股后面去，我看到了。但是他就咬了我一口，我戳了他一下，但是我都还好，我就是有点饿了，我就吃口食。天黑了，天黑了，天黑了要睡觉嘛。睡觉可还行，没那么多床。怎么只有一个床啊？我们是几个人？多六个床。我们穷。这床外面还有一个小鸭子。哦，睡觉可以回血是吗？你那你告诉我，接着挖了。我看着你。我毛都打没了。一根半毛，那他就快死了，阿腿。我的鱼竿也没了，但是我没毛了，我在被他咬。不是船在哪？船在上。完了完了，我被咬死了，我要被咬死了，我离船有点远。我在鲨鱼脸。你们下来勾引他一下，我先上去做个锚。我要被他咬死了。这个太顶打了他。完了，我做不了锚了、哎。他又死了，死了吗？死了，鱼死了。我们死了，死了。死了，死了吗？可以都死了吗？死了一个。那我下去捡东西了。不是死了一个啊。OK， 马上。死了一个，我回来了。你们给我做个锚吧。我们现在很缺物资。那我就来，我的借给你，我的借给你。那算了，那你拿吧，我正好去打广告了，然后你们玩，好吧？好的。但是我退了我就没了呀。不是对退了没了。你就是
倒了之后在床上，你不要按那个起来就行了。我直接就在床上一直躺着就可以了。对，但是你得是先倒一次，你来水下把自己先憋死。没事，那就这样嘛。那但是我们只有一张床，小果也要去打广告。再做一张。就是我不是房主，再做一个。没事，你们去。啊、他不是房主，我不是房主，你搞这睡的，然后我再加入就行了呗，我可以退了之后再加入。可以，你就把他们放，你就把小果放到床上。如果小果也死了，你们就把它放床上，好吧？好的。哎，你们能喂我吃东西吗？有这个功能吗？就是没有。能躺好吧。我拿个词儿呗。就是、可以吃是吧？总之我们两个就在床上啊，不就在船上。然后我们死了，你就把我放到床上，然后把果小果放到我的旁边，好吧？好的。那不再做一个床？他能不能做一个，能不能做一个，看看能不能做。不行，两个床把我们放这里，好像可以做一个。去吧，没事，你们去吧，去吧去吧。我给你们丢两个几个钉子在这边哈，我丢了。Okay. 然后你们如果可以做，就再做一个，然后我们两个就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，我们再回来，好吧？我把这个都丢出来了。OK。好，那我们就溜了啊，我们去了，我们要去推荐一款好玩的游戏了。是的。嗯，